春啊，怎么讲？怎么办？子云，你不要紧张，我马上就跟老大讲。宋仲基同学，请你以后卖搁再打电话来叫了阮查某囝，人脉不要紧，但是爱有才情，所以你根本就靠袂住阮查某囝。我不准你交仲基做伙啊！啊，你若想搞鬼，我会送出国读册。啊！我不管啦，我在学校跟你做会啦。总机，我有事情要跟你讲，我们明天老地方见。总机，总机，怎么办？怎我么妈妈了？要我们分开，哎，她要把我送去美国，怎么办？你先不要紧张啊，先不要紧张，我想一下。你相信我吗？那你跟我走吧，好不好？好。这间房间还有大意不？总机，这个床好舒适哦，我们就住这间好不好？好啊。那王龙太太，这间房间要多少钱？这一个月3500。三千五。押金一个月哦。我要押金一个月啊。那我先付你2000块好不好？我这两天工作之后，我再补给你。好，好，谢谢王龙太太。少爷，哎，小哥走嘞。对啊，啊，最近老板加班，我都太努力嘞。没问题，我昨天也要来加班嘞。他加班。子怡，我回来了。哦，你下班了，辛苦你了呢。叶先生。对啊。我来道谢了。不用啦，好紧呐！哎，一天几刚刚不用。哎呀，总机，你看我做了爱心晚餐来给你吃哦。哎呦，会了、哦。对啊，吃吃看。哇，厉害哦！哎，你今天菜卖得怎么样？卖的蛮不错的，你看剩那剩这些而已。哇，你好厉害哦！赚了好几百块呢，真棒！来，谢谢啊。你要不要？我不要。哎呦，哦，很好吃哎！来啦！子瑜，你长大有什么梦想啊？我想当音乐家。音乐家？对啊，啊你呢？我长大哦，要开很大很大间的餐厅。哦。我不想要再让你吃泡面了。你喜欢吃什么？我煮给你吃。我想要吃汤阿鸡。汤阿鸡？嗯。好，没问题。最爱你了。嗯。找谁？请问你是宋总机同学吗？哎，我是。哎哎，干嘛？干嘛？涉嫌诱拐未成年少女，你现在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当呈堂证供。啊！警察先生啊，没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啊。几个你总算出来啦？嗯，啊，几个几个不来啊？可能带人出来美国啊？去美国啊？啊！你个卖想阿济啊，子瑜伫美国，应该嘛是会过甲足快乐的啦。
节目今天非常的开心哈，非常的高兴，欢迎到我们目前在国外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一位音乐家周子瑜小姐来到现场接受我们的访问。那要成为一位国际音乐家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有什么动力是一直在支撑着你呢？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他。